知名歌手陈明章17号暗时将在梅山公园举办着阿张师的货柜电台，内容是用广播节目的情景来讲老一辈民众的生活和文化的风俗。为了跟各地民众分享美好的观赏经验，阿张师拉吉奥以改装货柜为舞台，演出时变身成为一间现场广播录音室。一列纵贯台湾南北行驶的火车，以及一台行驶伫各地乡镇的老式公车，透过演员无同的动线安排、甲现场灯光、甲影像搭配，营造出无同的视觉空间，转化成剧中各式各样的空间场景。4月17日哈，礼拜五晚上哈7点哈，在梅山公园的停车场，梅山公园的停车场哈，我们会有国家两厅院的。这一个阿姜师拉吉奥哈时代的收音机哈一个表演哈，阿梅山公社哈为着要欢迎大家来看哈，因准备500分哈，前面500个观众听众朋友呢有鸡鸭啦哈，稻灰啦哈，馒头可以吃哈，所以哈欢迎大家哈，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很精彩很精彩的国家两厅院所改装的阿姜师。诶，打击耳哈，结合我们古早哈，民间的一些生活的一个体验，喜怒哀乐，在这个表演里面，4月17日晚上在梅山公园的停车场。主办单位将伫开演进前举办指定任务送贺礼活动，只要甲现场为大家服务的车长小姐以及活动看板做伙翕相，并且上传到个人的脸书，都会当获得限量500份的怀旧车票，凭票会当兑换一份古早味的小姐。嘉义县政府邀请民众做伙穿越时空的缝坑，回望古早时代美好。最新新闻，中台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